阿光知你中意攝影，所以揀咗呢部你最中意嘅型號俾你。你當喺個相機度睇呢個世界，可能會舒服啲咧。試下好冇？ 阿哥啊，你唔同咗，你以前好中意收机噶。哦，阿哥啊，做咩事啊？你过嚟啊，我哋对住块镜自拍。 究竟仲要搞几耐啊？我唔系嚟呢度睇你两兄妹影相噶。喂，如果佢唔得嘅话，就叫佢走啦。等我嚟问。陈 Sir， 麻烦你可唔可以细声少少啊？朗晴佢有余光恐惧症，如果嘈到个隔篱，俾朗晴知道我哋喺度，一定会俾佢吓坏嘅。我同院长保证过，要确保朗晴嘅情绪稳定，至可以协助调查。我够同 Sir 保证过啦，今日一定录到口供噶，将个疑犯叶剑锋啦交翻俾阿江 Sir 噶嘛。你睇唔到喺度等紧咩？ 你有冇听过遗咬症啊？冇。遗咬症嘅人就会对其他人嘅指令作出无理嘅反抗同埋抵制。你唔系讲我系嘛？荒谬。陈 Sir 啊，你都系细声啲啊！叶朗晴发现我哋，我哋咩都闻唔到噶。我哋咩态度啊？你忘记咗我系带你出身嘅，我使你教。江 Sir， 如果 陈 Sir 觉得咁样冇问题嘅，由佢继续啦。嘘，冇咁大声啊，佢哋会听到噶。遗咬症就系咁样噶啦。 差唔多啦，阿哥都有啲攰啦。嚟，我哋过嗰边坐，睇下相先好唔好？之前咧系阿哥唔啱，我陪翻部电话俾你啊。只要你揿嗰一字，就可以随时揾到我。就算我几忙都好，我都会即刻赶过嚟噶。嗰晚。 系咪因为电话坏咗，所以揾唔到我？佢拎住你条颈。 好近咁望住你啊！见唔见到佢个样啊？我睇唔到。见到啲乜嘢？你阿妈大只眼，见到啲乜嘢？绿色，绿色，绿色系乜嘢？ 唔问阿哥，对唔住，冇事冇事冇事。冇事。冷静，因为情绪好唔稳定，我要带佢离开呢一度。点解离开呢度啊？梗系继续问啦！凶手绿色眼睛系咪外国人？你唔好掂落，你行开，行开。 今次系我第一次决定身体控制权，因为我要亲自保护朗晴、景峰，佢都系我亲细妹。做咩？走啊！哇哇哇！你阿哥，你阿我，你阿我！ 老郑，老郑，丁字裤挂住我咧，有人 send 张相俾我，
指定要俾你睇。影得几靓喎！果然冇俾我估错。张相喺边度影噶？系咪许哲安嘅杀手？案发现场咯，我谂刚才都已经睇咗噶啦。睇你个样，好似好想知多啲咁啊！望住我，望住我讲俾你听。十秒啫。我好珍惜呢十秒，因为就算系呃翻你，喺呢十秒里面，呢个世界净系得我哋两个，我可以成为佢眼中嘅唯一。有咩咁好望啊？过嚟听下。你未话俾我知啊？点解幅相要 send 俾我？你剛才差不多望了我八秒噶咯，你咁都唔知咩？我咪一早同你讲咗咯，你系我呢个世界上面最信嘅人嚟噶嘛？啊，江 Sir， 不如呢单案我哋一齐查，到时你见到我同江 Sir 一齐查案，你就会知道我 power， 你就会拣我唔拣佢噶啦。唔好同我讲废话，点解有嗰张相？我咪一早同你讲过咯，一到天黑你就会嚟揾我，我快开我家啦。其实我真正的身份是一个小说家。你讲够未啊？我都耐性有限，幅相入面嗰只绿眼是边个？就讲就到。凶手就是他。那隻綠眼就是這燈反射出來的。沒錯，這個世界有 2% 的人口是有綠色瞳孔，你實叫人去查出入境記錄，看看有什麼人又有案底有綠眼的。不過事實不一定是這樣，兇手有可能是黑色眼珠，有可能是戴綠色框的男人，想叫人查他絕對不會戴綠色框。你是兇手嗎？這麼肯定？不是，我才是兇手。我也是兇手。我和 Dr. White 都是讀犯罪心理學，查某一宗案我們都會代入罪犯的心態，即是說當自己是兇手一樣。那你想想，一個一向都殺人滅口的兇手，他怎會害怕被人看到他的臉，甚至乎他的眼睛？從朗晴和其他女死者來看，他頸上的瘀痕都顯示了是被犯人的手指在正面這樣箍住而造成。他正面咁样捏住朗晴条颈，系要展现佢嘅权威。佢要面对面咁样睇住对方承受嗰刻嘅痛苦。佢要喺对方临死之前睇到佢嘅真面目而断气，佢先可以得到快感。所以佢更加唔会戴咩面罩啊、口罩啊，甚至乎咩有色嘅隐形眼镜嗰啲。依一啲只系心理分析。陈 Sir 之前查嘅方向全部错晒嘅，佢话系 copycat 做。如果系 copycat 嘅话，一定会尽量模仿。但系今次嘅凶手冇切断叶朗晴嘅眉字，亦都冇用血嚟写字，净系用咗唇膏。Give me five， 都话我哋升到噶啦，丁字裤。你血字案嘅专家，点睇啊？研究连环杀手最紧要系睇冷静期。如果系变态杀人犯嘅话，通常佢隔一排就会忍唔住有铺瘾再出嚟犯案。但系今次血字案嘅凶手有长达2.5年嘅冷静期。原本佢今次出嚟，以为佢杀人嘅周期又开始，但系佢又放咗冷静。咁会唔会呢2.5年坐咗监，所以犯唔到案？呢个机会好微，佢冇留低任何嘅破绽。只會留下一些解不開的謎團，怎會那麼容易被人拉到？連環殺手一般給人的感覺都是很冷血，很沒有同理心的，但有一些呢，他們的感情非常豐富，
內心好脆弱，好敏感。呢兩年半嘅冷靜期，好有可能係因為感情瓜葛。而點解佢對朗晴今次會網開一面呢？咁亦都好有可能係因為案發過程當中佢發生咗一啲事，然之後佢對朗晴產生咗一啲特殊嘅感情。呢啲咁特殊嘅感情要多啲了解，從朗晴嗰邊入手啊！我諗佢已經對我失曬信心。放心喎，我係醫生嚟噶嘛，我會睇住佢進度，唔會再俾佢受傷害。佢同綠眼殺手嘅手法雖然唔同，但係佢哋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大家都有表演型人格障礙。唔使咁緊張喎，江 Sir。你有冇諗過佢放咗浪情，其實係想吸引同 level 嘅對手同佢練過啦？